我要说一句话，就是挺绿能就要跟我们一起反攻击。特别是在院里这个案子哦，我们发现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跟院里居民做过任何说明会。绿能我们是支持，但是咱台湾的绿能，到尾也是咧危害人类。在放轰炮的时阵，你的耳朵会开始不舒服，心中会砰砰颤。亲身经验，我们要求英皇航威立即停工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求修订绿色三法，明定安全距离，这样子才能真正的维护环境正义。这个绿色能源，但是没有顾虑到民众的安全，尤其是东
应该要往再生能源的方向发展。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，就是说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的发展，不能学习一种粗暴的方式来发展。挺绿能就要跟我们一起反攻击反风车。为什么我说挺绿能就要跟我们一起反风车？因为现在我们反核的浪潮这么高涨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。咱台湾呢，再生能源的发电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个 CQ。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方式，我们的发展，我们的绿能发展就会受限。所以，英华威要赶出去台湾，台湾的再生能源才有希望。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媒体或者是有一些英华威的人，他塑造说我们这边好像是再生能源的在抵抗，其实不是。真正在抵抗再生能源的是英华威，真正在破坏台湾的绿能的发展的是英华威。我们反而是真的挺绿能，真的让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有希望、有机会的一群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跟媒体跟我们的民众说清楚。依照现行的法令来讲，那么还是他这个案是经由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通过的，所以在现况来讲，那么并不能因为假设未来的法令可能会修正，那么所以就对现在的行为做一个改变。在法之外，在情理方面呢，那我想就愿意来做协助。那因为它是法令之外，所以我们主管机关来做协调，就必须取得双方的同意。也就是说，他有任何的要求，比如说他希望这个业者能够来暂停施工啊，或是说做任何的调整，那因为是在法令以外，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希望双方能够合意。那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，当然乐见这样的结果。那在我们经济部这边，我们主要是要看到他是不是能够取得环保署的本人的通过。那未来当然环保署如果对这一方面有调整的话，那自然他在审查程序之后就会之中就会纳入考量。那至于怎么样调整是最适当的，基本上这些对环境影响的问题，我们会尊重环保署的决定。所以在法上，目前这些风力发电机都是合法设置的。那刚才也报告，就是说在法以外情理之中呢，那我们也愿意来做协调。但是这是因为这是法律外的协调，所以那就必须要双方的合意，双方都能同意。那并不能就是说由一方去强制另外一方要接受他的想法或做法。那至于这，因为这是属于协调的范围，所以它的空间其实也是很大的，只要双方协议成了，那就可以了。因为根据能源局所得他们的资料调查，台湾的风力资源是很好，后卖工365天，三分